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有三度参选总统的打算，但是国民党则是拔桩策反，让亲民党党部主委黄信强现身停马。宋楚瑜神党是最好的选择。2000年总统大选，前陆军总司令黄信强在关键时刻公开支持宋楚瑜，亲民党成立，他还被宋楚瑜任命担任甘泉党部主委。但这回宋楚瑜又想问鼎2012，黄信强不挥菊旗，改披蓝袍。总统好，他要跳水吗？黄信强和马总统短暂互动，但顾虑宋楚瑜的感受，他选择封口。军眷停马后援会上，不止把亲民党的主委请来，连跟马总统有过心结的都来了。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结了，愿亲平等，解冤释结，没有解不开的结。军系铁票一向被视为国民党的基本盘，但2000年总统大选，宋楚瑜抢走大半选票，让连战选情崩盘。这回国民党提早防堵，由退役上将陈振湘操盘，重量级大佬郝柏村压阵，成功策反局营军系主帅。但台面上提送的力道越来越轻，只有要出来投票跟不出来投票的问题，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。国民党中常委改选被认为有能力影响宋楚瑜的连战最后选择不投票，避免问答会产生尴尬。国民党早就下令不对宋楚瑜口出恶言，维持表面和谐，但私下故装策反，早就全面开打。 TVBS 新闻庄廷豪、苏伟成、杨振全台北报道。